呢？哎，鬼佬，怎么不走了？没油了？油有大把的事。刚才我越想越不对劲啊，30块钱到那里50公里，油钱都亏了。也没有啊，平时做也就30块啊。平时是平时，我今天啊，我说了算。那这样子，这个路确实也难走，我多加5块钱给你。5块钱啊？是啊。你当打发乞丐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再加到200块。200？对啊。我的老啊，那你跟抢劫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说了算啊，就算我抢，人家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连个牌都没有，原来你是个黑摸的呀。对呀、我跟你说，今天不管什么，我都不会加给你。不加？嘿。哎，你干嘛？这荒山野里，你不要吓我，我有点怕。我跟你说吧，我今年29岁，开了31年摩托车了，啊，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不加钱也可以，你跟我去小树林里面聊聊天，聊高兴了，我免费送你回去，怎么样？哎，摩托老，我跟你说，说什么？赶紧的。不是，摩托老，等一下。等什么？你看，你长得这么高大威猛，我年纪这么大，跟你不搭呀。哎呀，有什么不搭啊？我看着挺合适的，男才女貌。其实老实跟你说，我都结婚了，都是三个小孩的妈了。哎呀，结婚了无所谓，经验还丰富。不是，那个零件的老化了。哎呀，只要零件齐全就行了。哎呀，赶紧的。等一下。哎呀，怎么啦？你不就是缺个女朋友吗？是啊，所以女朋友啊。我大姨妈今天刚好来我家玩，要不我把大姨妈介绍给你。你大姨妈？是啊。漂不漂亮？肯定漂亮了。哎，有没有照片看一下？哎呀，我你还信不过。我大姨妈只是辈分大一点，其实才20出头呢。你看，又长得漂亮又年轻，跟你呀、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呀。哎呀，那行，但是。你直接就带我去了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但是介绍成了没点好处啊。哦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车费免了你，行不行？车费啊？啊，那个介绍费多少也要给一点啊。车费，那个介绍费的话再给你500，怎么样？啊，那行，那赶紧拉我回去啊。哎，那个车赶紧上车。少说你有一个大姨妈嘛。那你也没问呐。上车，坐稳了啊！知道。到了。是不是这里啊？是啊。那赶紧叫你大姨妈出来啊！我都等不及了。哎，你经过这边来，不要把我大姨妈吓到了。这样啊？是啊，我帮你说两句好话先。好，赶紧的。大姨妈，我回来了。外甥女，你来了就进来呀。好的。这个大姨妈呀，这么年轻漂亮，我帮你先说两句好话先。好。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他谁呀？你都不知道刚才在半路啊？那么坏啊，这个摩的了。是啊，帮我想下办法。我有办法治一下他，你站旁边看我怎么表演就行。行，摩的了。哎，大姨妈，哦，不是，叫美女，真的是叫那么老啊？哎，你那个什么外甥呢？啊，他说把你介绍给我啊。是啊，怎么样？我看你挺漂亮的。那是必须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加个微信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来找一下。哎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帅的男朋友哦。真的？是啊，那么高大威猛。以前呢，我妈介绍给我的那种都是小小的，真的是。哥是这样夸我的，没有点表示啊？啊，怎么表示？幺三幺四啊，第一次见面礼啊。啊，就是爱你一生一世那种。对呀，可以。没有女朋友。好，转过去了，轻松一下。哎呀，收到了。哎呀，那晚上我们去约会了吧？吃烧烤啊？哎，吃烧烤啊？我也去。你去什么去啊？真的是。当电灯泡啊！对呀，你都在家看小孩，不是三个小孩要喂奶吗？啊！吃什么烧烤啊？晚上我们去露营不就好吗？露营啊！是啊，你们男人不是喜欢露营啊？
看星星看月亮那种。对呀、啊哦、露营的话、哎、不过你帮我买一套吊带先，这条裙子太长了不方便呢。这样啊？是啊，吊带。对呀、啊、也可以，上次马上带你去买、哎、给钱我跟我外甥女去买。给钱你去买啊？是啊，你懂个屁呀、啊、你买衣服你都不懂了是不是？我以为我带你去买呢。给3000块钱我。三千啊？是啊。什么吊带要3000？法国名牌的。是不是有那种蕾丝的那种？蕾丝边的。哦，好性感。3000块。三千就3000吧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。对。哎呀，我都是一家人了。黑摩的老那么多钱呢、啊？哎呀，我不是拉那个黑摩的，不是拉摩的，赚一个月10000多。哎呦，那岂不是这一点钱也够养我了哦？那今天晚上你打扮得漂亮一点哦。行行行，喷一点发胶，穿一套西装。嗯嗯。啊，我还以为干什么呢？喉咙有点痒。哎呀，你那500块钱的介绍费，啊，谢谢了，啊，多谢姨父啊。哎呀，说的太少了，说的我的心花怒放了。那个摩的佬啊，今天晚上不能来我们村这里接我啊。还叫什么摸的老，直接叫男朋友啦。男朋友亲爱的。对啦。但是呢我们这一条村呢没有人知道我有男朋友的，本亚村里面流言蜚语多啊。是呀、啊、我不懂，就到镇上那里接我。到镇上啊？对啊，位置你定。哎，也可以。哎，我跑来这里还要收留呢。是啊。你不如直接在镇上等我啊。行行行，那晚上不见不散。好好，拜拜。哎呀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终于有女朋友了，慢点骑车哦。好好，别到那边摔死。不要说这种攻击力的话。嘿，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，就一个秃头。赶紧把他微信给删了，马上。哎呀，把那个钱提出来去。搞定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外甥女，真的是的，为什么偏偏要做那种黑摸的呢？啊？有牌有照那种你不做，你偏偏要做黑摸的呀？不是啊，我看他长得这么老实，就想到老实，越老实的那种越坑啊！告诉你啊，我想不到我一大把年纪还有人惦记啊。不过也好，刚才治了他一下，这里还有1000，你这里多少？我有500，3500啊，够了，够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他知道这里啊，知道这里啊，要不我去你家住啊？也行，那行，我关门。在那边自己找吧，走了。